你还我不给你。Hello, hello. Hi, 我是 Alex Pang. 现在我们在巴生，巴生这里叫 Bukit Tinggi 啊。现在七点，刚刚吃完这里的生窝。哇，我们来巴生吃生窝，不是吃巴古德。不错吃，不错吃，不错一下，不错一下。哇，今天我要访问这一个重点人物。OK, 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玲。好，首先我们要恭喜阿玲，先阿玲，恭喜你身为我们的品牌大使了。耶、yeah. yeah. ！好，今天我们是要访问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他在 BE 里的过程，还有他在 BE 里试用我们的产品过后啊，点点滴滴，由他来分享，好不好？来，来 ，OK。你是怎样认识 BE 啊？我是怎样认识 BE 啊？我是买一条裤子给我姐姐，然后当 Alex 他们拿裤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条裤子好像很贵。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我本来是没有人知道我生病的哈，现在应该是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一个病人。是啊，你做学乐吗？对对对，那天 B Field 的 Road Show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一个病人。1500人的学乐。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我的姐姐就是谢绝一切的访客，因为那时候在做化疗治疗的时候，抵抗力会弱嘛。OK。所以我是被她就是软禁，啊，就是。不给我接触任何的人。我姐姐是 Cindy Leong。Cindy Leong 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我的下线。然后我在吃任何东西，包括一些新鲜的、不新鲜的，就是所谓的药物啊之类的，他都会先试过才给我吃啊。这个就是我的姐姐，虽然不是亲生姐姐，但是比亲生的还要亲生。来转一下，大家都看得到大家啊。然后就是他是我很好的 blogger 哈，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跟我 block 掉。然后但是经过星期一那天的 road show 之后，我就应该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在生病。其实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病人。OK, 然后我的意志力很强。但是我很听医生的话。我很听医生的话，因为我始终都认为我在鬼门关走过两次，就是那个阎罗王还没有睡醒就不叫我哈，不收你 啊不收我，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我要在 Bfield 把健康传给你们，所以他 blacklist 我不给我进去。对，等到今天，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把我的健康意识告诉你们，我接受怎样接触到 BE 是我第一个接触的直销产品。OK,我从来我都不相信直销，而我的姐姐更是反对，啊，我的命是医生救回来的，医生说一我不敢说二，然后只要医生摇头我就不会去尝试。我曾经也尝试过给很多直销的产品给我的医生看，然后医生朋友就说你还是不要 OK, 你还是不要，don't take the risk, OK, don't take the risk,然后对对对对，然后你的命是医生救回来了吗？对对，所以我比较听医生的话。直到我给他看许如多的时候，你们把许如多带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 IPPA1 那个许如多那个东西里面的那个成分是可以抗癌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应该是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把它尝试拿给我的医生，然后医生不理我。然后我，你放这啦，你怎么又拿这些东西给我？我已经跟你讲，你是不能够吃直销的东西，你为什么还拿这些东西给我？然后他没有理我。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到十天，我也忘记了，他就突然就说，有个黑啦，因为他们是医生，他们从来是不会亲口答应让你吃直销的产品，因为他要对你的健康负责任。对，所以他就说 you go ahead 啦，但是你要注意着你的 kidney 啊，你的 liver 啊，看这个产品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然后我就问他，你是真的叫我 go ahead 还是 go your head？ 好像伟阳讲的，就是你是叫我 go ahead 还是像以前这样子骂我 go your head？ 他说 you go ahead， 然后我就开始吃许乐多，接触到许乐多，然后我就接触到 Bfuel， 我真正受益啊，因为许乐多它会比较得比较长的时间，真正受益的是我的 Bfuel 了啊 ，Bfuel， 然后就是觉得那天大家都知道了啦，我的血压已经不用吃血压高药啦，然后人会比较精神一点呐、啊，记忆力会比以前好一点呐、啊，种种很细微的那些细节。你可以跟观众讲一下你是怎样吃啊，吃了多久才有这样的反应？Bfuel 是吃了十天，我就很斗胆的就问医生，因为我的血压偏低了嘛，然后我就问医生，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血压高药，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尝试，但是你每天要 keep 着量二到两次到三次的血压，确保你的血压不会高过140/80。然后十天之后，我就很大胆的我就去尝试，到现在我的血压都是保持在120到125之间。对，我已经一个半月左右。没有再吃那个血压高药。是医生建议你用吃。我有问医生，他说我可以尝试把药放开 ，keep 住量你的血压。但是我如果我的血压一高超过140/80的话，我就必须马上吃血压高药，防止爆血管。而我姐姐呢，吃了20多年的血压高药呢，吃了20多年的血压高药，也是因为 Bfuel。就对，完全没有吃了血压高药。而且生气的时候也不会血压高会飙升到很高，好像平常一样子，只是偶尔会生气而已。因为吃了 Bfuel 之后，你的心情特别的轻松，也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他是一个老师啊，我最高兴的就是 BE 的产品。能够帮助我的姐姐撇开她20多年的血压高药，还有我自己，我的血压高药是80到40，然后40到没有，对，40到完全没有。你现在是服用我们的 B 什么产品？还有，许乐多啦，Zengozo 啦 ，Bfuel 啦 ，Manific 啦，还有 Stansamil， 基本上都用完了，对。我是一个从来不相信直销 ，BE 是我第一个选择相信，而且感受到它真正的带给我健康的产品。而且你还凭着 BE 的这个品牌，合格了我们88天的杜拜去。耶、对，因为我去过杜拜，我去想再重游。然后生病之后哈，都是很少出国。就借这个机会哈，就可以到处飞啊，到处走啊，就是这样咯。真的，我觉得感觉到自己的精神比还没有服用之前真的好很多，也比较没有这样容易受感染。对。好。这样子啦，我们 Beyond the National 有这样多这样好的产品哦。那我们再问一问我们的阿玲，我们的 Testimony 学了。要跟什么人讲？他们怎样没有用我们的 BE 的产品，还是还没有接触我们这个平台的人，讲一些鼓励的话，或者你讲一讲，学一学。产品的东西哈，我讲到多好都没有用，你要自己去试。如果你害怕把东西吃进肚子，你先试试我们的裤子跟袜子。对，因为我也是从裤子开始的，我从 Aurora Band 是因为我姐姐被医生证实那个脚的根收缩，然后医生说是没有得医的 ，OK， 你要你就打针，不然你就是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才买第一条裤子给他，然后买回来还要给他骂，然后他穿了2天，他告诉我他的脚不痛了，他现在比我更爱 BE， 更爱 BE 的东西，好，你们还没有试的，我讲到会飞都没有用的，你们一定要自己去试，只要你试，你一定会爱上他，像我一样欲罢不能。还有各位观众哦，如果你们想了解 BE 的产品，记得找阿玲啊，还有 Cindy 啊，好不好？这样我们今天谢谢你们的访问，谢谢你们，拜拜。